大家好，我是发电哥。我们公司啊有十个车位，你看有几车位，人排的哦，排的哦。旁边就是我们这个富裕舒曼花园，那附近啊环境非常好。那找发电哥买房子非常棒，而且我们车位好停之外，带你来看看我们办公室的车位。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是招待客人喝咖啡，真的是超有吧台，餐桌什么都有。来找我买房子很简单，竹北现在可以说是啊景气最好的一个地方，全台湾你说哪里有工作人口可以这么多？因为我们旁边就是新竹科学园区嘛，台积电宝山二期又要开始整地了，他开始要盖4座的2纳米厂。那7000-8000个台积电工程师，年薪100-200-300-400-500，对不对？这园区上班族真的很厉害。我们这边2房1700-1800，3房破2000，4房破3000，比比皆是啊！而且竹北地区是越高总价，反正地越好卖，反正300万以下，你在竹北市东区是找不到的啊。那我们这县山地区，除了这个生活环境错之外，还有胜利国中学区、安心国小学区，还有竹北远东百货啊，去年一整年做了60亿的一个业绩。我们杨文科县长讲的叫做什么？五支箭，其中一支就是国际 AI 智慧园区，会有好这4-5家的厂商入驻，北创啊，或者说这些生意单位入驻之后，又有1000-2000个上班族人口会来到这边来定居。然后这边离竹北交流道又很近，你看南来北往都很棒，所以马上打电话给发电哥联络一下看房的时间，0909-5394-31，马上打电话。